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来一把莫拉打野。史兰兹好像遇到了一些小状况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先来拿这个蓝 buff。这边辅助还有上路还有中路都不过来帮我打一两下，那我这个刺野速度就非常的慢了。也没办法，只好一直补攻，一直补攻。我们带的是觉醒、精灵、龙爪。精灵跟龙爪应该不用太多的解释，但是觉醒的话，莫拉这个英雄非常吃攻击速度，并不是因为他要利用普攻去打人，而是为了快速的去叠这个四下。如果你快速叠到四下，你那个大招触发了以后，有大招跟没大招可以说是天渊之别。触发了这个大招以后，你顺利的用出来，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一个走向。那这边刷了四下进场，看一下有没有人。刚刚看到的马洛斯也直接到了下路，那这边就把野怪给清掉，去下路做一波集合。看到马洛斯直接走进来我这个圈，他没有一个位技能，没上四等，基本上中了我这个圈里面，然后队友还有一点控制的话，他是完全跑不了。这边直接开圈后补一个普攻，收掉以后赶快逃一下。这边我已经没有战斗能力了，技能也没有 CD 好，后面 CD 好的时候就决定浪一波，也没浪起来，赶快跑，赶快跑。跑了以后可以去拿一下蓝 buff， 这个英雄还是挺缺蓝的，也很需要技能减 CD。 史兰兹应该是电话或者是网络的一些状况了，所以一直也断来断去，也可以体谅，因为我很久之前也遇到过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，又不可以不听。那这边如果史兰兹前期这个状况的话，魔龙那些我们尽量避免做一个会战。史兰兹可以说是没有可以发育的时间，前期都断了太多次，这个时候如果打会战的话，差不多是打少一个人了，尽量避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就稳稳的把经济先拿起来。这边再刷四下去探一下有没有人，没有人的话把对面的蜘蛛给拿掉，再回头把自己的野怪，没有，这边推一下中路已经开打了，刷了四下直接贴到熊猫，开了个二技能，我一直按一技能，第三段没有回去，那我这边就要靠我的走位，螺旋走位躲掉了拉兹的两加技能，顺利跑掉，把蓝 buff 拿一下了。刚刚那个状况，对面的控制刚刚好，我已经一直在按一技能的第三段，也没有按出来，幸好最后用一个小走位躲掉拉兹两招致命技能，随便一招中了我也要死的。毕竟他的一技能是整个控制，二技能缓到我也会等死。魔龙这边回了状态以后赶快去一下，感觉也来不太及了，而且我们现在打起会战来的话也不太足够去够对面做一个抗衡。先把这个红 buff 拿一下，去看一下下路有没有机会。对面是看到我跑过来下路支援了，那他们也不会开这个战，那我就刷四下，直接刷了一波兵。刷了以后，我也没机会进去做一个上血的动作。这边180度的一个转弯，下路已经打起来了，用普攻杀死马洛斯以后，用一个二段的一技能才放这个大招放去对面的 AD 身上，最后我也没有杀死就出来交给了史兰兹。这边护了一波队友，队友成功走进塔，我也抓到了一个机会，刚刚好我刷野怪刷到了四下，那这个熊猫
死的话是运气不好了，的确是运气不好。我刚刚就在刷那个野怪马洛斯，看一下美娜把他拉出来了，我的伤害不是很够，他也有一个护盾，我也赶快逃了回去。这边中了一个大招以后，我也要退一下了，状态没有很好。好处是我现在已经出了一个撒旦之风，有这个撒旦之风，我清一波野怪，我的血量又回好，也不用做回家这个动作。刷四下有机会吗？刷两下直接刷开刷，开刷也刷不起来。艾里的状态不是满的，而且我现在红蓝 buff 有 CD 减的挺多的，技能都有，对面来敢打的话我也会敢应战，所以我就立刻开了这条魔龙。死男子这一标没有中，没有中，我就两段一技能进去就马上退回来，顺路去看一下对面有没有蓝 buff。没有一个蓝 buff， 中路的小兵也没有水了，就回头拿一下蓝 buff 吧，也找不到事情做，乱开战会可能会赚，但是也有可能会爆炸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稳一下。这边能打吗？不能打，我利用这个古龙再刷四下拆一下，对面艾里下来了，我这边没有控制到，直接隔了一个墙杀死了熊猫。杀死熊猫以后我这边情况是有点危险的，再一段赶快找一下机会找小兵让我回回血，再刷一下四下进场直接开刷。刚刚那个情况如果我开了个圈圈的话，圈圈应该是距离不够，我要浪费我的动作去开圈圈的话，我的大技能就不一定能刷全。后面虽然我大技能刷出来了，也刷的挺多下，也没有杀掉对面的马洛斯，这是一个可惜的点。我这一套装备地剑的穿透装已经出来了，直接来搞一下这个龙。我等一下再强势说出装的问题，直接刷了四下进去，石靴刷死一个拉兹，刷死拉兹以后再利用这个蓝鸟继续进场再开，这波我就没有开刷，因为只要他在我圈的里面，我就可以用普攻杀死他。大招还是想要留给刷对面的重要的人物，直接进场也不够距离。那这边我可以刷一下我的出装了，这一套应该是对于打坦克来说应该是最好的一套。首先你的撒旦之风的话可以避免坦克对你的伤害，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刺客吧，你的血吸过来坦克一般是没有爆发伤害，没有爆发伤害的话你一个撒旦之风比任何的坦装都要好。这边刷了一波，刷死了一波以后我也被对面的最肥的艾里给杀掉，幸好的是对面最肥的艾里也死掉。那继续说出装，那三件穿透装备也不用解释了，打坦克就要穿透装备嘛，配合撒旦之缝，一个很安全的对坦克做的一个输出，而且穿透也非常高，那就是坦克杀手了，这一套装备可以称为。队友这波打得很好，把对面两个人三个人也杀死掉，我这个时候赶快去一下对面的艾里，就是很肥啊，这边用一个二技能回头其实是操作失误了，不过可以弥补回来，我再用两段一技能又杀死对面的艾里。刚刚我是按太快了，直接按到第三段的一技能，利用这个野怪看一下进去，我开了圈圈以后我大招那个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有点可惜。我没有用二技能的话我也刷不死一个满血的 AD， 所以刚刚那一波也没办法，时间差一点点，把这个魔龙拿一下要集合退一波了，这把游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继续拖下去。
对面也有一个 AD 英雄，拖下去我怕被他发育起来也是不好打的，他手非常长。那这边我一个后进场直接杀死熊猫，利用一技能的三段回去以后把马洛斯也杀掉，再用一个一技能的三段骗掉艾里去那一边了，你就去那一边我就回去。杀掉了四个人以后，艾里剩下艾里也不能做什么了，那这边就差不多了，也把艾里给收一收。艾里也杀掉了我们的一个美娜，那这边直接就把他推掉，也把艾里给杀掉。这边就到这里，看一下 MVP 30的速度，23的承受伤害，莫拉就在这里送给大家12-15的一个战绩，坦克杀手三穿透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